大家晓得什么叫做同温啊，知道以后就会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吗？接近几百年来稳定的家庭的伦理，夫妻的正常的制度，哎，居然被这种什么多元家庭啊，什么同温这样搞法，那你拼什么斗争国民党的清算国民党的党产，这哪里算是拼经济啊？